好，这个是百利八百的时钟哈，我们现在看到功能都正常哈。客户来说继续不能用，好，这个功能正常。哦，归零，功能正常。哦，这萤幕比较不明显哈，那是这个玻璃的问题哈，那个换跟你旧品交换就可以了。但是这个时钟的里面功能是正常的。好，接线的部分哦，这边有都有留接线哦。安装的话就是黑色接负极哈，其他三条接正极哈，功能都正常。哦，那如果是你在安装之后发现功能不正常，一定要检查你车子的线路哈，有可能是你的车子线路故障啊，不是这个时钟的问题。好，今天是10月6号，10月7号，哦。